今天要介绍一款实用的工具——梅开扳手。那这个呢，是使用 SOLIDWORKS 所绘制的，都是一些简单的指令。那这一组呢，梅开扳手组最大的特色是，它运用的钥匙圈的那个结构，来让它整个融合在一起。那这边是可以做分离的。虽然是 PLA 印制的，但是它能有一点点的弹性，所以可以像钥匙圈这样把扳手给它扣进去。那这样子呢，可能在携带的时候是会比较便利一点的，是你可以整组拿着走。那在看规格的时候也会比较清楚。而且这组工具呢是非常轻的，而且不怕生锈。如果真的用坏了，还能直接来印一支来使用。对，那梅开扳手组呢，它是规格是蛮多的，因为要符合很多种大小的螺丝，所以它必须要这么多支。那携带上可能会没有那么便利。那也因为这样呢，所以活动扳手诞生了。活动扳手呢，它能符合很多的尺寸。当然是它们各有各的优缺点，并不一定说谁会比较好。当然，如果以便利性来讲的话，活动扳手看起来是比较好携带的。那这一支呢，一样是 3D 列印出来的。那这个有兴趣的人呢，我都会放在底下的连结，你可以点进去下载。那这支是我去网络上下载下来的，是直接列印之后呢，一个零件它就直接能够转动的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还有看到一组是双头的活动扳手，那这支档案呢，不知道是我印的不好还是档案有问题，它转起来是没有这支这么顺畅的。那这个呢是蛮特别的，我还没有看过有双头的。那它的用意是什么呢？目前我还没有想到它，因为我们一般用活动扳手应该一个头就蛮够用的了。一般活动扳手呢是在家用里面是非常实用的，你不需要买这么多支梅开扳手或是开口扳手，一支就可以抵多支了，而且你很好收纳，你想要的时候拿出来转到你要的规格，直接就可以去用它了。但是呢，它有什么样的缺点？它在施力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开口呢，它是会有一点点松动的，就是活动扳手的一个特性。那这里呢，在你要使用非常大的扭力的时候，你的螺丝有可能会脱落、松脱，甚至它会把螺丝头给弄坏掉，所以这是这个活动扳手，如果你在施很大的力量的时候，是有这个小缺点的。又或者是说，你在使用一些你很常用的螺丝规格，好比说，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，你可能每次使用的螺丝呢，它都是15号或17号，那这时候你就很适合用梅开扳手或开口扳手，你拿了就直接使用了。不用像活动扳手还要调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用这两支会比这一支还要好用，你就直接用了。像活动扳手你还要调，我要调成17号，转了一转，要调成15号，但它们的那个优缺点就在这里。那梅开扳手为什么它一边是梅花一边是开口呢？它这个各有各的功能。第一个呢，一般这种梅开扳手它都会做很薄，为什么要做那么薄呢？这样子如果我们在进入一些比较狭窄的地方要拆螺丝呢，就会比较方便，因为它很薄，可以很轻松的进去。再来呢，梅花的头是因为我们螺丝呢是六角头，你必须要去对准它的平行的这个角度呢，你才能够去转动它。一般都是这样60度60度的。那梅花这边呢又多了一组60度，所以你在对准螺丝头的时候会比较迅速，它就是让你快速的去使用它。我们看清楚一下。那开口扳手呢，因为它的开口是做固定的，不会像活动扳手一样会松动，所以理论上呢，假设它的利弊，这个是利弊，利弊是一样长的情况下，用开口扳手来拆或装螺丝，
你能施加的扭力呢，能施的力量，然后一般会比较大一点，然后比较不会开口会松脱的现象，哦，这也是它的优点。没开扳手刀就是一个很简单，但是却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。那再来透露一下，可能少部分的人才会知道的用法。好，一般我们在开螺丝的时候，啊，这是我们都会很常用的螺丝起子。你如果再开到那种，扭力很大的螺丝，你可能用手是转不开的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如果你的螺丝起子它是有一个平行角度的，有一些工具啦，它这边呢，它会做一个六角头，所以你就可以用你的活动扳手把它卡住，这样能去使用它的，你的力臂变大了，好，所以你能施加的扭力就会变大，你就能把这个非常难拆的螺丝给拆开。好，这是活动扳手的用法。另外还有一个是没开扳手，好，如果你能够找到相同规格的呢，也能像活动扳手一样直接使用它。或者是说，你这个活动，你这个螺丝起子呢，它是圆头的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像这样去卡住它的时候呢，没开扳手的用处就在这里的，你可以套进这个手里面，然后扣住一个角度呢，这样子去施加它，它一样能够，哦，这个洞可能太大了，拿小一点的，我示范一下给大家看。我拿最小的，好的，好，这样子去撕它，这样子你把它卡住之后，它就定位了。你这样去转动它呢，哦，你能施加更大的力量，好，一样是让你的力臂变长的一个原理，哦，这是可能少数人比较不知道的那种用法，哦，它也是非常实用的。